接下来带给大家我最近刚发的单曲，叫做《悲伤的五个步骤》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再说
到歌好、啊，好听到双脚麻痹啊！哇，太好听了，我的妈呀！好不好听？好听！哇，这个也是艾薇最近的新歌嘛？对，对不对？这叫做什么歌名？跟大家再讲一次。悲伤的五个步骤。哎呦，听说这个是看书，然后有这个灵感，是不是？写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看书。有啊，就是悲伤的五个步骤嘛，看书，然后把它描画成你歌词里面的情景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艾薇，我必须要说，因为他刚才在后台的时候跟我说，拜托我跟艾薇已经访问过三次，他就是看书的时候开始有这个灵感，有啊，就是这个歌的错人的歌，是啦，是啦。他的专辑简介上面就给我写了，哦，但他专辑简介需要再检讨一下。不是不是，应该是说，不是应该是说我有给一些画面给制作人，然后制作人刚好就看到有一个心理学，就是原来、对，原来人悲伤是有五个阶段的步骤，哎，对，阶段然后变成步骤。装懂啊，我死掉啊，真的啦，我跟他很熟，有一点点对啊，我还看过他家的狗哎、欸。他今天有带来啊！今天有带来啊！他就带他讲。不是，其实歌听这首歌好像第二次了吧？都第二次或第三次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是真的蛮熟的啦。很好听啊，但这个在 KTV 应该算是挑战，算难度非常高。他前面两首，因为你刚刚在唱，对不对？嗯。他唱的比谁都大声。真的，我在后台，我想听，我有听你翻唱那个《失重前夕》。对对对，我有听，我有听。幻想完美的飞翔，就像流星相爱的时光。我重重坠下，就知道多少我们都会不上。时间差一点刚好，慢一点不秒。主持人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不要乱 Q 啦！不是，没有啦，对啊，我真的有。哎，河北山歌也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哇！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艾薇的粉丝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开水了吼。但真的两首歌，钱要花在刀口上，一定会的。你是说脸吗？对，没有啦。但那都是上一首是新歌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差不多一个月前发的，最新的哦，对，好不好？大家也去把它听起来。好，那最近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？是不是在写专辑了？对，最近在筹备第二张专辑。第二张专辑。因为陆续收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概什么时候有切确的时间吗？希望是今年。今年？希望期不期待？期待。期待哎！那今天这个是个很棒的日子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吗？昨天什么日子？我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我真的昨天生日啊！真的假的？9月17日啊！让我补唱好不好？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，整个永和帮我过生日，哈哈，我要哭了。谢谢你们，哎，我手机的记录一下，谢谢你们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，哎，这我听过最专业的唱歌，还有你们的祝福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想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。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哦，因为这样子哦，很台下会有人说，哎、欸，我明天生日，我下礼拜生日，生日你可能要录800个。好，那祝大家最近如果有生日，也当作唱给你们听，是，好不好？祝大家都团圆幸福快乐。没错。哎、欸，那接下来第三首歌是怎么样的？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前面两首都慢歌，然后后面就是快歌了，快歌，快歌了，大家要嗨起来，好不好？第三首歌。叫做甘蔗拜拜，甘蔗拜拜，艾薇，艾薇，后面的朋友。谁说的想不去是朋友？谁做的却怪我想太多？谁昨晚才把讯息放错？现在是谁赖在我家门口？你习惯用感觉当借口，你习惯先承诺再说过。我对以为爱让人变成熟，而我仅有虚幻的为什么？该穿什么衣服？刘海什么长度？给你爱的那组，三餐饭都跟你撒娇，听你耍酷。Shut up.
他们的雨伞就听你耍酷。哦，你要的那些态度要是你给，该是你给，原本的手变成危险，刚没接手就没电，开门的时间给兄弟有限。 Oh my god， 这三种剑怎么不去看一些，爱的美女来个位才敢 do me。9月3号就储存力量到现在，
谢艾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艾薇。哇，好像不跟他用，看到艾薇不跟他用吼的，好像不礼貌。那你要怎么吼？谢谢艾薇，丹田非常有力。